OK， 接下来我们讲的是后拱翻。OK， 由我给大家来演示一遍，然后阿木再做一遍，好吗？两遍。OK， 后拱翻的时候啊，你的身体啊，膝关节放松，屁股快着地的时候，你的手臂打开，手脖子看还是啊，肩膀着地，看我的整个头都没有着地，肩膀着地。起来的时候啊，这样，看他的双脚为什么这样呢？等一下会再给大家讲到啊，不要这样啊，有些人的脚硬，他会这样啊，尽量是这样。这样的时候，当你前面有一个人的时候，推我的时候，啊，你看有人推我的时候，我会直接就站起来了，明白吗？如果我的脚是这样的，啊，他推我，你看我这样会窝过去，会很容易窝到脚腕，啊，所以说当别人要推你的时候，你可以侧倒，看到没有？侧倒，哪怕你躺下，不要直接倒过去，这样会很容易窝到你两个脚腕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说养成好的习惯，脚趾踩在地上，这样当对方一搡你的时候，你看，而且还不会受伤，明白了吗？我再给大家做一遍 OK， 再看一下啊，放松，大家倒地的时候做，我给大家做一个不对的，看一下啊，就是倒地的时候后脑不要着地啊，看一下啊，不对的，不要这样子倒 OK， 啊，做这样，一二三，手拍地，肩膀向后起啊，连贯动作走 OK， 来阿姆做一遍，好，再来一遍，走 OK， 有什么问题吗？有问题尽情留言。OK， 接下来给大家讲的呀，就是一个准备活动，是你全身都在，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，是什么动作呢？就是鳄鱼爬行的一个技术。OK， 由阿木来演示练一下。OK， 来看一下，并做俯卧撑的样，看他的手脚肘膝相碰啊，身体是平面的。OK， 手撑九十度的。OK， 走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次力推走下去。OK， 掉头。再看一下 ，OK， 一、二，一步一个，啊，走，身体是平的啊，身体是平的 ，OK， 再来一遍 ，OK， 再来一遍，大家看一下，可以慢一点啊，看他的手肘、手和膝，啊，肘膝走。如果说有什么问题，可以进行留言。